鹅之翼。感谢 Be Fast 投喂的粉丝团灯牌，支持我们的吃沙士。你确定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是整个靠住椅背的？围，它是往椅子那边弯的是吧？往里面弯。只是我以前不这么做。我现在在逐渐适应，只是我觉得，呵呵，我这个姿势好搞笑。如果没有这个椅子的话，只有臭鲨鱼喜欢翘屁。我在努力纠正。欢迎。因为我真的不想每天牺牲一半的时间去做这玩意儿。Now through his eyes, children, let the dark feel you, let it soak into your heart. 我还有人在做这个。Let not your eyes deceive you.These unwavering fools attack from standing.这是大鹅，什么？必须的，为了救我，立刻放！我被打死，你想做一样的下场？Rooftop. We must invite him to us to show him. Wise Mothman, you have accepted our invitation. We are meager insects before your intellect. Come, children. Allow the wise one to gaze upon you. 陈金山。然后就往后这么一躺，哎呀，哎呀，这样才觉得他很牛逼，就在这一点。不一定就我一个人，他还提示了传说敌人已变异，我把他两下打死了，结果什么都没有。啊 ？The fuck！
你习惯垫脚垫。我的意思是你比较喜欢坐的时候膝盖是向上的还是向下？我腿是折着的。谁的腿都是折着的。哈，要往后。哦，我也喜欢这样。那其实不就是弄了个脚垫？哦，但是我往后够不到地。你我往后和往前就够不到。你正在调。调不低最低了。只是我身总体身高太矮。你看比例的话是很好的，但是你敢讲？别忘了他有四个坑。我困。哎呦我操！我不需要任何子弹，就随便打。子弹多了打不光，就是。在我面前，你们居然没人帮我打。伪装一块护甲，有加队，加队怎么样？迷离陆战队，陆战队，一听到陆战队，我就。还要拜访我的避难所。帮我服务器断开连。原来但是地基很容易就能放回去了，原来它是粘在地基上。
那可是一个灯啊，所以它很。这边放圣诞树，对，不要太近。他妈不要喷气，要背包，人家是喷气背包。Sunny makes a good hoagie。喷气背包知道什么意思？ I don't like boxed foods. They taste funny. 长得就像个……我打算把圣诞装饰都放在这里，这样一进来就能感受到气氛。这棵小树，圣诞球。哇，都比较吓人。圣诞球可以放的。Clean up this big bad face. Never seems to end. These damn robots got a long hospitality. 把那个举重椅啊，这可以。Finally, nice day. 这个圣诞花圈，哎，可以这样放在这里，正好轮子的位置。还有我还有礼物，地板装饰，这是礼物是绝版了，你没有。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河冬天两年前河冬天，限定的东西。完成了活动。东西太多了，真的。这高的圣诞树，这个。好奇怪啊，我想把红色这个朝外，就是不行，你知道吗？就是不行，还不是为什么呀？那我把圣诞树先移一下来，也不行，这搞一个。已超出工坊预算。Finally, nice day. 有了这个地毯以后，地毯都不行啊！我操，完了，地毯都不行。This fix that never seems to end. 是哪来的？因为车不是爬车的人。Building this place up is hard work.
快放。Clean up this, fix that, never seems to end. Which I enjoy more, picking crops or picking off a bunch of mole rats. Ooh, it's hard work making a living out here. Can't I just live out here in peace?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kill my livestock. Safely just plant some crops. 节庆节气。不对，应该搞个展示架，展示圣诞老人衣服。如果圣诞老人动力甲就好，如果圣诞老人动力甲。给我把表情都改成圣诞。这表动作都是默认的，真的是贝塞斯的风潮。门口放了变质的蔬菜，我又不吃，不饿才不吃你的破烂。因为本地化团队是分开分的，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的。解锁八爪鱼，
这个事情很独特。Quickly, children, return to me upon the museum's rooftop. We must invite him to us to show him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 Dance, sing, shout, expel Mothman. You have accepted our invitation. We are but meager insects before your intellect.Come, children. Allow the wise one to... You can see from the outside, there's...它完全就是个花瓶。I brushed and flossed today. It's important to build good habits, even when you aren't feeling super.臭香啊！七六这游戏真是建着建着挺赞，好久没玩了，一建房子就直接就玩进去，又开始停下了。操他妈，游戏有毒！这游戏真牛！本来我打算做个日常打光号无限制，结果一打开全看了。左维利。我操！这。这个闪光弹闪的，你这是什么了？差不多二等，什么都看不见。现在女王捡尸体太方便了，也捡全部通关的。哎，你说《生化危机》有那种小刀通关的，我想知道辐射系列有没有挑战，就辐射四生存难度小刀通关有没有这种？哎，我觉得很有意思，要不我们做一期？哈哈。生存难度小刀通关实况，坐牢实况，坐牢实况。辐射四七六，七六还容易呢，好吧？因为辐射四生存啊，还做七六，辐射四呢生存难度太难。它生存难度主要是存档，七六你就重生，人那个辐射四，我操，你生存难度直接就给你回到上次睡觉了。挑战七六，但是小刀允许用传奇的，允许用传奇，但是只能用小刀，武器只能用小刀。哈哈。自定义和不自定义在我们这挑战有区别吗？其实有什么？那操算了，没自定义。对的，两个怪物三分之。我天天看人《生化危机》系列，这个小刀通关，那个小刀通关不行，我们也得小刀通关。你是不是小刀我通关走过了？你全部被你全部都给你。
小刀没有拳皇那么强。那小刀其实从来没拳。我是刚才突然掉了一个对人类伤害加50%，每次击杀恢复行动点的小刀突然响。那你刚刚，一级又用不了。没错。但是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前期这个挑战是不能用别的武器的，就你除非捡到野战刀，不然你就只能徒手揍人。只要我们知道哪里固定杀野战刀就完事，我就打。哎呦，那就另了。变态，太变态！不是四生存模式，哎呦我的妈！就生存模式那种真实感，你打敌人要当缩头乌龟，生怕每一发榴弹都给你不会。刚才就没把我传，但现在把我传支架，我不知道为嘛，他能把我顶在空中。什么事件？赶完别的。Sunny makes a good hoagie。这个饭店给什么招牌号？哦，在这儿靠，到玉璧罐头，就每次都是一样的换个皮，一样的换个皮。Hard work making a living out here。霓虹灯，然后还有这边的餐厅，斯洛芬桥。哎，好像可以放在这里，可以放在这里。那怎么样？我最好把那个喷血机关一下，这样看得更清楚。最终的，这样比较合理。每天参与一次，但这样更不好，这样反而强迫别人天天玩。有的人他比如说周只有周末能玩，周末多玩一点。他如果用天数，就相当于把人的限死，所以不应该用天数，就用次就完。他就算一共活动多少天，只能错过很多东西，因为通行证又限时，又要做每日挑战，就很烦很烦。他们是做不到，他们想去做，他们也没办法，每天。所以光环这个事他慢，但是人家就不用担心错过，不是说不用担心错过，是人家以前只能错过，但他们现在有机会能完成一整个通行证这样的，所以才会受到那么多好评。因为老美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玩家，人就是只有周末。哎，你看光环这个就行了，你让付费的玩家永久 keep 通行证有何不可呢？我觉得别的游戏应该学学。如果你节奏啊，不限通行证，他主要他这个获得通行证经验的问题。我觉得他应该要改，但是别的游戏应该立刻学学人家收费通行证永久保持的做法，赶紧。See the world now through his eyes, children. But
the heretic deep ones will be enraged by this vision. The reality of our wise one will send them into Elrin. Offer no quarter. 这个意思是关注我的大部分活跃的粉丝都是冲着辐射了。人顶多就顺便看看你播放。我辐射视频传了600多个了，光环才几个，20个，而且辐射那600多个还有那10几万播放量的巨作。The heretics bring power groups with them. Let not your eyes deceive you. All you see before you, these twisted shadows, all serve the will of the false ones.我的下一次频道增长恐怕就在星空。问题是我当时就是辐射这个他们这个不是说它本身内容不扎实，主要就是 bug。 没有，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当年玩新维加斯，玩完新维加斯我期待辐射4，然后我特别喜欢辐射4，我并没有像有些玩家有些朋友那样就不喜欢辐射4。我玩完新维加斯入了辐射坑，结果特值，我的星空是星空。目前那天早上我还记得我应该是初二吧还是初三来的，那天早上我看到辐射4的发就是那个 gameplay 宣传片，我直接我操，而且我当时我班里有两个同学特别喜欢辐射，也是我给他们安利的新维加斯。我当时我班里也就没几个人玩 Steam， 我是班里 Sex before your intellect. Come children.记得当年辐射76所有的鞋图都 and Galley Place， 这什么东西？ A high national bridge inspection standards in 1968。 真指引那些善于倾听和观察的人，他并无恶意，只是黑暗与危险往往尾随其后到来。田纳西山间小道，下午晚些时候，乌云密布，一道黑影从头顶闪过，还没等我真没听懂他在说啥。弗吉尼亚，不是所有门徒都能承受亲耳听到的真理，也不是所有知识经过学习就能够理解。就算是我们听见他的言语，放空了思想，但也只有在做好准备时才能明白其中真意。西弗吉尼亚瓦托加，进脑，我当时躲在一间移动厕所里，机器脑子把它射得千疮百孔。还没到。这来自他路的低语，接受着远方异物的召唤，被心迷未知的产物。可是天恶人智者依然与我们同在，他的真理也保唾弃无知否认者、持愚钝崇拜者和入邪似鬼者的谬误。我们观察，我们解读，我们聆听他的低语，然后成为智者。智经者艾利西亚语录，由观察者詹姆斯记录。天鹅人智者以前曾在，天鹅人智者现在仍在，天鹅人智者将来也会在。先于洪水，先于大火，先于愚者，天鹅人智者既见弟兄之未见，亦揭示了真理。我去，这个汉化水平怎么不能用在别的地方呢？你看看这汉化水平，我的天哪，这一些，天鹅人这不是这已经超，他完全溢出了那个神棍的经文的味道，就经文的那个感觉，他完全溢出来。信达雅，天鹅人智者看不见，因为他把远见赠予了你。天鹅人智者不能靠翅膀飞翔，因为他的真理已将你托起。天鹅人智者也没有心，因为他的心在每个细心聆听者的胸膛里跳动。愚者听见他的言语却陷入深深的恐惧，他们萎缩逃避，还把他当作神祭拜，但这并不是真理的本意。但是有人听见了并且理解了，他们没有害怕，而是成为了智者。智者转而将真理传达给我们，我们选择接受并且耻笑那些拒绝这份厚礼的愚者。我们聚在一起见证天鹅人智者的伟业和真理。伟大的天鹅人，你是厄运的前兆，是救赎的使者。
同样，无知之人将学习观察，留意他的神迹，好在亲眼见证后幡然悔悟。幡然悔悟，增进我们对其真理的认知。经过观察，他们或许能够有所理解，并且学习解读见证过的内容，与我们大家分享理解。通过解读观察到的内容，我们都有机会成为智者的同伴，以及其真理的使者。比如说，他解释了那些，他解释了反，还有闯入者。闯入者第一次引入辐射官方的故事，一个黑暗派。The Dim Ones 在崇拜闯入者，而且天鹅人复仇者是和闯入者一起的。为什么？闯入者敌者的出走由智者占卜师博尔转告试金者米凯拉，是时候让智者查尔斯看穿愚者的幻象，直面天鹅人智者的伟大真理。一些人听见了，听懂了，他们不愿继续忍受误入歧途的弟兄带来的侵蚀和灭门。启迪者跪倒在地，哭喊道：我们的家园怎么了？我们失去了一切，却为何还幸存在这片废墟上？我们被抛弃了吗？他们还哭求查尔斯带他们回到矿井，还拒绝真理，直言这里什么用在害怕野兽和瘟疫。这个就是那个连起来了之前那个世界灯塔，也会摆脱愚者的骚扰和冒，还依照预见的景象把它命名为灯笼。它的光芒，不对，这个灯塔不是那个灯塔。你想，他说在山的那边，而且还走出了西弗吉尼亚，也就是它的光芒划破了黑暗，象征着阴影无法征服的真理。他告诉天鹅人智者，无论身在何处，聆听其真理的人都在这里。贝塞斯达还行啊，挺懂。懂过的，有点那味儿。冒充者他们，然后被他们炸。因为你记得以前来这里是那把十个小时，我粉丝早就比现在多，但是我播的时候没人看，因为国内都是凌晨，谁看？这没办法，尴尬死。游玩区域外的提显格上的建筑，它是绿的。它告诉我在可游玩区域，不是在可放置区域。但是虽然人，
玩别的游戏去吗？笑死！笑穿了！还不一样，笑的又丑。好，我还可以再玩。是你。晚睡是不可能晚睡。It's just about time to eat. 不是，是。His eyes, children. Let the dust and flames and fumes fill you. Let it soak into your throat. But prepare yourselves, for the heretic deep ones will be enraged by this vision. Reality. The heretics bring foul brutes with them. Let not your eyes deceive. Invitation. We are but meager insects before.我他妈全是重复的面，这个。那个游戏想着做个日常比赛。我进步。装备和我早就。啊，这斜图背包是个毛。这也太废土，这里面是稻草。It's just about time to eat. I'll be damned if some super mutant